观众朋友们、亲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实战打入解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讲日本的古谱啊，日本的古谱。日本的古谱呢，就是现代理论的开始。那么今天讲的是现代围棋理论的奠基人本因坊道策对他的徒弟本因坊道悦的一盘对局。好，我们先看一下他下的过程。第一招小目啊，白棋马上就挂，黑棋二尖低加，白棋小目，黑棋也挂角啊，毫不示弱，二尖低加，二尖低加，这个时候呢，黑棋走了一个目外啊，走了一个目外，白棋呢？做了一个小目，黑棋挂角，白棋在这里三尖低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让你补一手啊，这个你无论是补这还是补这，你补的时候我这样正好是拆二啊，拆二是拆尖加，既拆二又夹击这个啊，这是一种布局理论啊，布局策略。本因坊道策呢是现代围棋理论，也其实也就是现代布局理论的奠基人啊，他就是从他开始，现代的围棋理论的，就是有一定的基础了。嗯，黑棋收脚啊，因为这个三尖加呀不是很急迫啊，所以他可以悠悠的收脚。白棋在这里拆啊。黑棋走这个尖冲啊，这个时候打入不行啊，打入这一靠这个不行，所以只能紧削尖冲跟这个配合啊，长再拐跳一个啊，他走着这个。对，这个棋呢，它又脱先了啊，又脱先了，在这里走一个，紧逼啊，紧逼这个黑棋啊，紧逼这个白棋，白棋，然后他在这里走一个，鼓一下，然后脱先啊，又脱先了，脱先走哪里呢？我们看啊，他这个棋直接的逼入，啊，这个逼入很大。这个要靠啊，或者是跳起来，跳起来也可以啊。靠呢先手，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这么一震啊，就是说给他压在底下，这个白棋扩大了，黑棋缩小了，所以他要靠一个啊，靠一个。如果你搬呢，他可以退这个或者退这个都行，反正你这儿已经缩小了啊。那么这个棋他是单退啊，单退以后啊，他这个棋又脱先。在这里拆啊，拆三啊，拆三，这个拆呢，下一步就要飞压它了，所以白棋需要尖出来，这都是必然的。它靠出来啊，黑棋想好了啊，黑棋这样再一贴，这里正好是立二拆三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形状。这没办法，白棋只好这样走。然后这个棋走完之后呢，白棋面临什么呢？这个棋面临不活，如果再不走的话啊，被黑棋一飞，这个角就不活了啊。所以白棋先把这个自己做活再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劳逸攸关少逸图，况且这很大啊，而且这个做活之后，黑棋也被飘起来了啊，黑棋也飘起来了。那么这个棋黑棋好像是应该呢走在这里好一些啊，走这里好一些，走这里好像不太好跑啊，可能只好这样啊，只好这样啊，打吃啊，这个接上，就这个断啊，
啊，这个可能不行啊，这胚子一吃，这个黑棋不行，看来是这尖不行啊。那么在尖之前，可能应该扳一下啊，扳一下，但是扳又很损啊，一般的是这种高手又不肯啊，做这个，然后他打掉，啊，打掉，提掉，啊，这样，这就很小啊，很小。黑棋可能不肯这样啊，就觉得这样太委屈了。那么黑棋就跟白棋一块啊，一块跑啊，一块跑。黑棋在这里走一个，啊，这里，嗯，这样长，然后再尖，啊，尖这个。如果拐这个好像似乎也行，啊，拐这个他搬。在你要是搬的话，他这个棋可以靠，这就瞄着一个断啊。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他也靠啊，这样也是一种下法。但这个棋一般的来讲，他会尖一个啊，尖一个，尖是比较柔软的招法啊，比较柔软的招法。嗯，靠，长啊，长。胡一个，啊，胡一个，这个棋呢，黑棋在胡了之后呢，就把白棋封住了，而且呢，下一步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点一下，你接上，再一尖啊，你走这个，以后这个可以立啊，可以立，这个只有七八目棋了啊，没有多大了，所以这个棋很痛苦啊。为此呢，白棋先保全自己啊，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什么死活问题，可以脱线，先走一下这个，啊，黑棋立一下，啊，这个要立啊，要立。不过这个棋可能走这个也可以啊，走这个也可以。从后来结果看，走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棋要不走的话，他会扳一下啊。你走这个的时候，他再扳一下，啊，你扳，打吃啊，就出来了。出来，啊，这一接，这样呢，白棋呢就出来了，而且黑棋这块反而变得贴在墙上不安定了，因此黑棋先把这立下来啊，保全这块再说啊，保全这块再说，白棋拐啊，加强自己，再扳。白棋扳，长，再压一下啊，啊，局面下成这样啊，我们现在就迎来了这个打入的问题啊，打入问题。什么是打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这个间隔有拆四，需要在这里走棋，是打入还是请消？打入打到什么程度？请消请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走的话啊，假如现在这个白棋不走的话，那么黑棋这样走，走啊，再压，啊这样，啊这样，这样黑棋就非常之大啊，怎么看啊？非常之大，这个棋。白棋要等着输了啊，等着输了，有这个手段，所以白棋一定要采取行动啊，采取行动啊，或者是打入，或者是打入兼请消啊，但是选点是很难的问题，我们大家为白棋这个考虑一下，选点选在哪里？如果是你的话，怎么下啊？可以先找我们目标找到了，那么选点现在是重要的啊。选点之后再计算啊，但是点找不着的话，你谈不上计算啊。这个棋是本局的最精彩处之一啊，最精彩处之一。嗯，好，我们先看看这种打入啊。假如你打入这个啊，很凶啊，这个看着很凶，这个子危在旦夕啊。你跑的话啊，这样走啊，这个。啊，他不怕你断啊，不怕你断，吃，啊，这个棋，
啊，然后就可以点一下，你接一下，它争执已经不利了啊，所以就是死了也不要紧，这样走，好像黑棋要死啊，黑棋要死，不怕啊，这个大叔这样尖出来不怕，但是这个黑棋走出来之后啊，刚才走出来之后，我们既有这样，而且他还可以走这个啊，你走这个的话，他飞出来啊，这个黑棋也是凶多吉少，嗯，所以这个黑棋不易跑，但是黑棋有更好的办法，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走这个，弃掉了啊，弃掉了啊，弃掉，你走这个的话，他搬啊，你是看着挺大啊，但是落了后手啊。我们说这个落后手啊，很难过，这个关键这个很大啊。实际上呢，双方都在想着抢这个啊，抢这个点，就是白棋呢会去想办法抢这个点，黑棋就想办法抢这个点，看谁争先手。所以这个棋很难，白作为白棋来说很难办啊，很难办，一定要打入或者起交，而且呢还要争到先手，走到这个啊，这个白棋很难。我们刚才说的是打入这个啊，如果打入这个呢，黑棋会反击啊，反击，你走这个他就长啊。我们看啊，走几个以后这儿就断了啊，这个黑棋这个不好办，那白棋不好办啊。那么走哪儿呢？这个倒撤，据说这招得到后世人的赞赏啊，他在这里走一手啊，既在打入和请消之间啊，似是而非啊，是非而是啊，这样一个棋，你不走呢，他会跳下去啊，这个很大，这个脚还不安定啊。那么你攻他也没法攻啊，你说这个棋怎么攻呢？你走这个，他就好像尖过去，或者是直接跳下去，都令你难过，没办法，这个棋啊不好走，不好走。最后没办法啊，他只能度过啊，这个飞一个不走不行，走了呢还有点难受。这招棋走了之后，我们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像黑棋走这一类的就不怕了啊，这因为已经交换一手了，他会有手段了。这走了以后便宜了啊，这个便宜了之后啊，就是把目标指向上边啊，上边终于他走到了这个啊，在这个之前呢，在飞之前他还点了一下啊，他点了一下，但是没有用，还是再飞回来啊。然后白棋脱线，就这个啊，这个打入叫什么？虽然他没有很多变化给我们摆，但是这个威慑的作用啊是很大，就是说这个高手吧，他实际上他变化都看清了啊，他就走这个，然后走那个，这个很大。走这个，如果你要是走这个的话啊，他会搬啊，走这个再打吃接上啊，这样走，这样白棋很成功的把上面就全破掉了啊，全破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作为黑棋来说，请消这个对白棋请消啊，黑棋来说运行也是好棋啊，来长，不能走这个啊，走这个自寻烦恼啊，你走这棋很危险啊，白棋凶多吉少啊，凶多吉少，你走这个的话啊，他会搬这个啊，这样棋就算立一个，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啊，这个棋不好活啊，不好活，所以呢，这个棋只能退啊，只能退，然后呢，他再冲。不能再长了啊，这个棋如果长的话它可能会飞出来啊，你拐上去的话它有可能从这儿飞出来啊，这是乱战了啊，或者它啊直接这个拐一下也行啊，这样走这个啊你挺难受的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能长啊，不能长，往下贴啊，往下贴，往下贴，黑棋搬，白棋搬啊，再退啊，这里呢白棋先手把黑棋给
缩小压缩了一些啊，就是它不至于像刚才啊，不至于像刚才这样啊。如果被黑棋争先手走到这个地方啊，那就是黑棋太大了，这个模样太大了啊，把模样基本上变成实地了，就没法下啊，这空太大。所以这个棋白棋里必须，我们再看一下啊，做这个团的时候啊，这个该软的时候就软啊，要退。这个也是一样，该软的时候就软啊，提出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争先手的问题啊，争。好，这又告一段落啊，告一段落。就是他先生往那边压缩了一下子，然后再这边再走啊，这边怎么走呢？我看一下这边怎么走。这个棋啊，也不好走啊，白棋。白棋呢不能顾这个子儿，这个子儿已经达到目的了，什么目的呢？已经把它给压缩了，而且它这里这个子很轻了。假如说我们还想这个子的话，那这就不太好，给它尖一下，走一下啊，然后它压这个，这棋不充分啊，白棋不充分。你白棋怎么走呢？白棋这个定型是这样啊，先捞了再说啊，先捞再说，你们搬啊，黑棋也搬。白棋冲，白棋挡啊，白棋再冲，白棋吃，接上啊，接，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啊，这就是白棋的策略啊。白棋把这个角啊先冲成这样，得了点空再说啊，空再说，而下一步他就会走这个，这个就先手了啊，而且还可能顶一下子啊，你更难受啊。如果你接的话，他能扳住你啊，扳住你这更难受。你这个走这个的话，他回来，先手啊，所以这里黑棋需要补一个啊，补一个，本身也很大，黑棋在这里补，跳这个。啊，这个是资源死了。这个棋呢，白棋这块棋属于不死不活的棋啊，就是说这个棋，你要说它是活棋呢，它没有俩眼；你要说它死棋呢，它头在外边，你也不好封住，所以这个棋可以暂时不顾啊。作为白棋的立场，那暂时不顾，白棋走后啊，在这里吃退，把这个棋掉啊，把这棋掉。这个棋，这样白棋很厚啊，白棋显得比较有力啊，比较有力。黑棋呢，处理这几个成了当务之急。如果不走的话啊，再被他一先压一下，你如果长的话，再走这个不活啊，你得疲于奔命啊，疲于奔命。所以这个棋要处理一下啊，处理这个把它走的基本活了。我们看啊，黑棋处理的也很漂亮啊。现在这里点一下啊，点一下，问问应手，挡上，然后再靠这个，啊，靠这个。你如果啊走这个呢，它就是切一下或者扳一下啊，然后再飞进去，这基本上活了啊，基本上活了。啊，或者是啊，这个你咋吃，他咋吃，啊，这个再煎。再见啊，如果这个棋搬上边呢啊，如果你搬上边它就退了，你接的时候啊，你接的时候它再飞啊，这活了，这也不行。所以呢，这个棋碰是点碰是处理孤棋的好棋啊。白棋搬，黑棋走这个啊，这个好棋啊，这个连扳是好棋。如果他这样走，长吃这个，那么他这个子起作用了啊。原来争子不利啊，现在争子有利，提掉啊，就这，把这吃出来啊。这个白棋这边就受到威胁啊，白棋这边受到威胁，这边没有干净啊，不好啊。这个连扳是好棋啊，连扳是好棋。那么这里怎么办呢？白棋，
被黑棋这样连扳啊，连扳，白棋打吃接上啊，这里有个断，这里有个断，这里有个飞啊，那黑棋呢基本上就是活了啊，基本上活了，活了以后呢白棋一定要争个先手啊，因为既然活了呢就不管他了啊，争先手，然后白棋再脱线啊，继续走，他立了一个啊，立了一个，这个为什么要立呢？这里有个棋啊，就是你不走的话，他一走这个，一走这个，然后呢，他有加这个，啊加这个，啊加这个，你如果长出去啊，他一断，你吃，他再吃，你吃这个，啊他会打出来了啊，长出来了。长了，就这样啊，这样给吃了啊，这样不行啊，这样就出棋了啊，出棋了，所以要立一个。本身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白棋的形状并不是很好啊，我们看啊，像类似这样的棋啊，贴在对方的壁上啊，这三个子这种形状啊，本身气很紧，就不太好啊，不太好。所以呢立一下啊，把形整好，又是很大的一个官子啊，以后往这一跳啊，这官子很大，嗯啊，那么他走这个之后，他就有飞进去的棋了啊，可以飞进去了，你再走这个啊，这里一走他会很大啊，会很大，所以黑棋也要拐一个啊，黑棋也拐一个，这一拐呢，这里白棋就没有什么好走的了啊，没有什么好走的了，白棋继续收官啊，继续收官，把这个补一个啊，这招棋是暗藏杀机啊，这招棋暗藏杀机，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它藏着怎样的杀机啊，走这个尖，就这个再压啊，你如果扳呢他也搬啊，再搬呢他就退，这里围棋很多空啊，我们看啊，这个黑棋走的也是也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棋尖一啊，尖一个呢就是攻击他了啊，他必须得跑，然后呢再压这个棋不走呢，白棋走这也很大啊，所以他压一个。好，我们刚才说这招棋暗藏杀机，它到底有什么杀机，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杀机啊，我们讲的是打入，那同样在官子的时候也有这种类似，官子就不叫打入，叫侵入，其实跟打入是一样的，打入一般存在于这个布局后期和这个中盘啊，这个侵入呢就是官子的时候啊，官子的时候其实跟打入是一样啊，我们看看最后这种打入也就是侵入是怎么走啊，这地方有什么棋呢？啊，先搬一下，这是肯定的啊，啊，搬，啊，你看这个棋走这个没有用，走这个也没啥用，一吃啊。现在我们看有什么棋啊？他断了一个，啊，应该说这招很阴险，这招阴险实现。我们说这个棋直接吃不就完了吗？我们看啊，这个吃是有一个。虎啊，这个打劫，你走这个啊，他这个随便找一个什么劫财啊，然后提过来，你在接上的时候，他可以走这个啊，走这个，把你吃掉了。而且这个棋黑棋的劫非常重，白棋呢没有什么损失啊，损失不大，至少是就是说你提过来。啊，再提过去，也就是一个小官子。那么黑棋打完劫就不一样了，黑棋被全部吃掉了，所以这个棋非常的厉害啊，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搬断啊断，
黑棋不敢打劫了啊，不敢打劫了，他害怕了啊，害怕了，不敢打劫了。那么他就吃，我们看啊，这个吃很有意思，为什么不这样吃呢？他是怎么吃的呢？他这样吃的，啊，为什么不这样吃呢？啊，这也有学问啊，这吃，然后你吃这个要接啊，走这个要长啊，然后他再一搬，你还是挡不住啊，还是挡不住。这么挡的话，被人这么吃，啊，你提掉，他又吃，又提掉，啊，这个棋就不行，啊，这棋不行，嗯。所以呢，这个棋断一个啊，好棋，好棋啊，断一个好棋，这个棋，黑棋，这样吃，啊，这样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啊。他实战是这样打吃，他退出来，然后他再接上，他再拐住啊，然后你再搬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挡住了啊，挡住了，你没有这个棋了啊，没有这个棋，这样走的话，他吃啊，你这个长的话，他可以贴住这个啊，贴住这个啊，可以贴住这个棋，没有，至少能挡上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细腻啊，本一方道月也很细腻，嗯，对，很腻细腻。我实战呢，他是这样打吃啊，打吃，他没有接，啊，他这个没有接，他走什么呢？他如果接上啊，如果接上的话，他会拐一个，你要是再出来，他会长这个啊，长这个，他没有接。他直接搬这个啊，直接的搬这个啊，搬这个。他还是利用什么呢？利用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走的话啊，我仍然有这个打劫，你接上的话啊，我有可能压这个，或者是搬这个等等手段，这个还利用这个打劫啊。这个白棋很凶啊，很凶，搬这个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拐一个啊，他长啊。长一个呢，就是继续这个威胁这个黑棋啊。我们看怎么威胁啊，怎么威胁，就是你不走的话，他这里出来啊，你走这个，他仍然有这个走这个，打劫打不过街上的话，他也走这个。我们看那块不活啊，不活啊，即使活了，你这样搬粘能活，但是这个官子就损了很多啊，所以长一个。长一个，当然黑棋也不会很傻了，就是说，他也没有这样，这里就他在这补一个啊，补一个，啊，补这个，白棋走这个，搬，抓，啊，这个不行啊，走这个一吃不行了，走这个，啊，白棋把便宜基本占尽了啊。打吃，啊，这样呢，黑棋呢被白棋搜刮的很惨，这棋现在白棋握有优势啊。那么白棋这个优势怎么来呢？从一开始这个50这个打入啊，一直到后边这一系列的手段，非常的精彩啊。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